你买了什么吗？我也买啊，我买钥匙链。你买钥匙链了？我准备攒100个故宫的钥匙扣，现在没攒。那您现在有多少了？现在可能有70-80了。哦，这种，这我们这个胶带卖特别好。啊，贴口红那个，我觉得那个好玩吧？朕的萌宠，你要朕的萌宠。朕的萌宠，有吗？上面有一个，来个东宫吧。我买个笔记本，我买这个。我是呢，因为我30多年的一直收藏各地的钥匙链，这样到现在已经700多枚了。但是我收钥匙链有几个原则：第一，要当天自己到这个地方买，自己花钱买；然后呢，这钥匙链要上面要写的这个地方的地名；第四，要是金属的；第五呢，就是一个地方只能买一个。所以这样呢，现在在家里墙上都挂的已经700多个了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就是到故宫，我打破这个规矩，就故宫的钥匙链丰富多彩，我就想专门在收集故宫出品的钥匙链，现在有70多枚了。你看这钥匙链多好，这故宫的脊兽啊，像这样钥匙链。